看到巨龙吗？斗戴天狐、麻豆王庙，后面那个是有巨龙啊，里面是天堂的景观，地下室是十八地狱景观，然后旁边呢有观音宝殿，观音宝殿，还有文武观香客大楼，盖得很庄严、很大、很雄伟。观音宝殿周围啊。那图像是观世音菩萨大悲咒84句的图文，